进攻镇南关，为了梦幻天堂。梦幻天堂是一个神奇的位面空间，而其中藏有天地之力孕育出的各种神奇秘宝。团长，联盟真的赔偿给我们40万功勋吗？来，说怎么负责。那我就要你用一辈子来还。彩儿，你不是我的拖累，我也不想与你分离。 这种死灵法师的邪恶之物，不该留在浩辰身上。